好，我这次呢要开箱的是 Onbody 的足嫩肌系列，可以除脚的异味，超级推荐哦。它这一组的系列我真的非常喜欢，分享给大家哦。而且啊，我在家里面就算不穿拖鞋，脚也是会脏，所以更不要说你外出回来啊，脚一定会有异味出现。那这一款呢，足嫩肌泡沫清洁液非常好用，而且呢，洗脚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搞定了，也不需要用手去搓揉泡泡，只要呢按压几次，黏密的泡泡就出来啦。就用清水搓搓啊，清洁度100分，你看超干净的脚丫子，味道淡淡的清香，脚就不会有臭臭的哦。还有一个是去角质的，它是喷头设计，只需要轻轻的按摩就可以温和的去角质哦。它的香味啊非常的温和，而且也不刺激，哎呀，就轻轻搓我就有白白的屑屑，看起来就非常有成就感吧。在用水冲洗的时候呢，就用手大略的就是整理干净，还细嫩的脚就出来咯，是真的差非常多。还有当然最后呢就是要擦上一个修护霜，马鞭草的香气真的很疗愈，而且它让脚呢真的非常的舒适，触感真的非常好，而且呢它的质地非常好推匀，真的用量不需要过多，淡淡的香气非常疗愈心灵哦，而且吸收后也会有黏腻感。看比对起来的话呢，左边的脚就是比较有光泽，啊，现在到了夏天呢，会想要穿一些凉鞋呢，脚后跟也不会有干巴巴的。女生呢最害怕就是穿凉鞋，脚后跟干巴巴的，真的超级丑的。现在穿包鞋回家呢，也不用担心说脚会有咸鱼的臭味啦。